又大家 Flavor 哥嘅做翻龙珠督监俾度摆得几正啊！咁今日咧国际版呢个六周年嘅顶你个肺传说降临终于都出咗啦！咁所以今期咧就系谂住嚟抽卡嘅。咁但系我相信大家都见到啦，我身上嘅资源咧非常之稀缺啊！吓，净系得33张券啊，再加90粒石嘅啫啊，素石嘅。咁就希望喺呢个仅有嘅资源底下可以中到呢张17号啦。咁其实我都淨係想要呢张17号嘅啫啊，呢一张非利嘅话呢中到当然好啦，中唔到都冇乜所谓，最紧要系呢张17号真係想要。咁喺开抽之前呢，我哋快速咁浏览下究竟有啲咩注目角色啊。其实最紧要系想睇一睇呢一个券抽同埋石抽嘅卡机呢系咪会有唔同嘅。咁但係我諗应该係冇乜唔同㗎啦，係啦，都係12隻 SSR 啊呢度。咁呢个係券抽嘅，咁依家睇下用石抽嘅又係点样先啊。石抽应该我諗係一样嘅啊，睇下啦係咪啦啊。咁大致上睇係啦，应该都係一样㗎啦，都係12隻 SSR 啊，都係一样，最尾都係愣住隻悟空啊嘛，一样嘅一样嘅。好咁啊，先嚟抽券啦！既然系咁嘅话，咁啊先抽券啦。好咁，依家都废话唔多讲啦，咁个 feel 嚟啦，即刻开抽啊！第一个5连抽 ，Let's go 啦！咁啊，券抽咧佢就冇10连抽嘅，亦即系话冇保底 SSR 噶。咁所以如果黑仔嘅话咧，可能全部都系啲 SRR 级咁噶啦，素色嘅。嚟啦，过呢啲我呢打，哎呀冇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啦啊，第一抽都唔好太大奢望啲咩啦啊！咁话时话，我依家咧系坐喺地下抽嘢嘅，咁因为咧我依家换紧张书台，咁但系咧订咗货到依家都未到啊，苏 Sir， 咁所以搞到我要冇台用啊，依家咁啊，所以坐喺地下抽啦。咁但系坐地下抽咧，希望我个啰柚可以吸收到啲地灵之气啊，唔知咁样会唔会帮我抽卡抽得更欧洲啲咧？咁但系第一抽睇个样就应该唔系啦。啊、不过呢个当热身啦、啊，当热身啦、啊。好，依家咁就嚟第二个5连抽啦。啊 ，Let's go 啊！咁我就谂住抽30张券嘅。啊，咁啊，因为佢依家总共有33张券啊嘛。我谂佢之后会再送一啲券嘅。啊，诶，有彩字喎呢度。啊，有彩字咧、啊，有时候系会有奇迹噶。咁、啊、我一定要相信奇迹。啊，超三啊，有 SSR 先打。咁就唔知係咪 LR 啦啊！哎，呢、這个位有少少紧张啦。哎，哇十，哇吓死！哎，我有一秒钟以为係 LR 嗰张啊，咁但係又唔係好似啊。咁睇个样就係啦啊！呢、這个券呢，佢依家得33张，我諗佢之后会再送多几张嘅。我諗咁、啊、所以我今次淨係抽30张，咁留返3张，等储齐可以有一个连抽先再抽啊。啊咁啊！呢度中咗一张力属性唔犯啊！啊咁呢张我采咗啦，咁所以都系攞去送俾婆婆开心下嘅啫啊！好咁啊，既然系咁啊，等下一个 feel 啦，咪谂谂下都系唔等啦啊！呢度即刻出手啊！啊有时咧，即系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嘛，系咪先？啊有时快快脆一嘢抽落去咧，话唔定有奇迹。诶呢度有维斯，有冇奇迹咧？时光倒流，下咩下咩啫？啊咁但系有彩字啊！啊！但系冇蓝色天空，又冇全王，咁样机会窄啲啊！不过相信奇迹啦，都系嗰句啊，冇得你唔信噶啦，一定要信。如果唔信嘅话，咁就真系冇个人好灰噶啦。啊，继续 S R 卡啊！呢张呢部卡机咧系有 R 卡噶，应该诶系呢张都可以嘅。呢张我好似未彩，未彩都可以算有用。诶、哎，哇呢张就彩咗啦！啊，呢张就彩咗。未彩嘅话呢张都唔错，咁啊大彩咗都系送俾婆婆啊！好啦，咁又集咗一阵气啦，希望今次可以有奇迹啊 ！Let's go 啊！啊话时话呢部卡机系冇 R 卡咩啊？但系头先嗰抽好似，即系头先几抽好似都冇见到 R 卡喎，定还是我睇漏眼呢？啊，即系 R 卡太屎，根本入唔到我嘅法眼，我冇怀疑。咁、啊、但係冇理咁多啊，因为呢一抽呢应该濑嘢 feel 啦，净係得隻饺子飞出嚟，跟住连超级赛亚人都好变啲冇似，哎呀係啦，濑嘢 feel 啦吓，哇睇你要再集多啲气先得，要大力啲去索下啲仙气先吓，要 feel 到自己嗰啲 feel 嚟先得啊，好啦 feel 嚟啦、啊、希望呢一抽有啦啊，嚟啦嚟啦 ，let's go 啊，唉即刻出手后悔没有啊，得返两个连抽嘅啫，啊有就有冇就冇啊，啊跟住仲有50石。啊、希望可以中到啦、啊、真系机会唔多啦啊，机会唔多啦，但系希望可以中到啦。你呢度有冇啲奇迹啊？啊，时光倒流啊，有比老师、啊，
有比老师有冇时光倒流？哎呀，冇啊，玻璃都唔发哇，顶又系种埋晒啲上古文化遗产，好惜。哇，今晚婆婆开心死啊！啊，超多角色陪佢瞓觉，哇，又嚟啊！全部中晒啲非 pick up 角色喎、啊，啊唔系、啊，呢、這个应该系 pick up 角色嚟嘅、啊。哦，呢个好似系 pick up 角色呢、這个男神悟空啊，应该系我记得好似系，咁但系都冇用啊，都系送俾婆婆开心嘅啫啊，过闹嘅。好啦，咁啊拉屎一抽啦，啊咁啊歇埋眼祈祷下，希望奇迹就喺呢度出现啦。啊 ，let's go 啊，我依家歇埋眼啊，我依家乜都睇唔到，系咪蓝色的天空？我 feel 到可能系蓝色的天空啊，呢、這个位擘开眼，哇唔系，好意思，咦，哇，但系有边啲茂利飞咗出嚟啊？冇留意到添。呢啲我玩呢打，哎，我玩呢打喎，我玩呢打，我玩呢打喎。咁但系就冇拳王嘅，亦都冇嗰啲蓝色天空啊嗰啲嘢。咁即系有注目角色啦。咁但系十二只注目角色喎，讲真啊 ，fake out， 哎呀，哇！如果呢位 fake out 真系成个人开心到弹起，唔系讲笑。哎，唔系、啊，有 R 卡喎、啊，原来啊，头先嗰张咪 R 卡咯，系嘛？啊，有 R 卡嘅呢部卡机。哇咩？哇，十七号就多啦。咁但系可唔可以系头奖？又系你啊！真系送一隻俾婆婆唔够，送多一隻先得啊 ！OK 啊，婆婆今晚真系瞓觉都笑醒啊！好啦，咁依家咧就冇计啦，券咧基本濑晒嘢，咁啊唯有睇下呢五十粒石有冇奇迹啦。好啦 ，feel 嚟啦，咁呢个真系拉屎一抽啦。咁但系虽然话系话 feel 嚟，咁但系其实就认真冇乜 feel 嘅啊，有啲灰啊，即系我觉得应该冇乜期望噶啦。冇蓝色的天空。咁我都淨係抽咗呢五十石就算㗎啦、啊、因为跟住剩返四十石，我之后再储多十粒石睇下，即係再博多个连抽啦，咁、啊、所以我唔单抽㗎，我留返四十石，呢度话咩特效都冇㗎，真係好意思，爆玻璃爆多下有冇可能，冇，係咪真係炸炸地啦，咁啊当找数啦，冇计嘅，咁但係其实都唔系抽得好多啫啊！咁其实咁少资源都冇乜好怨噶啦，啊有就有，冇就冇，搏一搏嘅啫。咁但系好明显啦，就俾佢疯狂派 Holy Seed 俾我啦，跟住又疯狂送嗰啲文化遗产俾婆婆啊。咁睇嚟个啰柚系吸收唔到啲地灵之气喎，睇嚟，哎呢、這个应该系注目嚟噶啦，呢、這个啊又有一张保底啦，系啦冇错啊。咁即系啰柚吸收唔到地灵之气喎，睇嚟咁呢一招唔得喎，真系要嗱嗱攞翻张台翻嚟先得，冇咗张台好似真系冇乜 feel 喎，抽卡啊！哎，原来不知不觉呢、這个六周年纪念券都有四十四张咯，咁既然系咁就抽埋佢啦。啊，如果唔系呢一条片咧太短啦，大家都睇得唔过瘾啦，啱唔啱先？咁啊，抽埋佢，咁啊，抽埋佢。呢、這个全顶传说降临咧，就真系顶你个肺濑晒嘢啦啊！咁希望呢度。诶，等先，等先，啊，我嘢都未讲完。诶、欸，等先，系咪有 A W 啊？呢、這个啊，佢撒旦孭住布欧、啊，超长鬼波尔攻、啊。诶诶诶，出到妈地，出到妈地，啊，顶你个肺！传说降临奶咗嘢，唔通呢度俾翻啲温暖我？哇！哇 ！Yes， 好波波，哎 ，OK 啦 ，OK 嘅，唔错。所以咪话个上天帮你闩咗一道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翻一道窗嘅啊！即刻俾翻少少甜头你啊！呢个位啊，我仲以为今次呢一条片咧应该系纯粹嘅奶嘢片啊，咁但系睇嚟唔系啊，呢度都唔错啊，算系有翻啲料到啊 ，very good，very good，OK，、okay, 咁我哋继续去啦啊，应该唔会有多张，诶、哎，哇，又有多张姊妹、啊、，OK 喎啊，呢张咧就好屈机嚟嘅，算系神卡嚟噶啦。咁但係我自己彩星啦，咁所以都係送俾婆婆。咁但係真係唔错呢一抽啊，呢一抽认真唔错。咁应该唔会有第二张啦啩，有第二张，哇我都火到嚟啦，係咪先，我都觉得离谱啊。哎哇又真係冇喎啊 ,ok,ok,、啊、okay, okay, 好嚟啦，即刻出手啦啊，下一抽食住个势啊，好似嗰啲 feel 开始嚟緊啦。啊睇嚟啲即係嗰啲地灵之气呢係需要啲时间，即係比起平时集气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他要由个屁股涌上嚟，需要多啲嘅时间啊！哎呀，下次醒目啦，下次吸收用啰柚吸收地灵之气咧，要吸耐少少先开抽啊！啊，如果我即系吸耐啲先抽个顶传说降临咧，话唔定可能可以中到嘅。
咁但系唔紧要啊，呢度中翻个女商人，即系我个人觉得呢个女商人比起顶传说降临嗰两张咧，系实用性系高啲嘅，我个人觉得啦。咁所以都唔错啊，非常好啊。咁呢一抽好明显全部 SR 还债啊，还俾阿婆婆啊。咁但系唔紧要啊，做人唔好咁贪心，应该找数时就要找数噶啦啊。咁我呢抽找完数啦啊，呢一抽会唔会又有奇迹呢啊？三条唔关事嘅茂利喎，咁应该就窄窄地啦。不过维斯呢有可能会出现时光倒流嘅啊。咁但系喺呢个位个可能性应该系几近乎于零啊。咁所以就应该又系找数噶呢一抽，有到有冇 SSR？ 有 SSR 我都觉得好满足啦啊！你俾啲文化遗产我都好啦，因为起码婆婆点数都多啲啊嘛吓啊，所以我要求已经唔系好高噶啦。你俾张 SSR 我都满意。唉，冇咁啦，咁出埋晒啲 SR， 即系换俾婆婆，婆婆都唔过瘾啦。哎呀 ，so sad， 仲以为全 SR， 咁连续两抽找数啊！咁啊，希望下一抽可以有翻少少料到啦。你啦啊，希望呢一抽可以有料到啊。嗱，找数找够噶啦，找咗两下噶啦，连抽啊，呢一抽点都俾翻张 SSR 我啦啩啊。有一 pair 喎，即系可能有注目角色喎。我话呢刀啊，即系有注目角色啊，呢一抽啊，非常好。咁如果抽到张彩星嘅咧，送俾婆婆，婆婆又开心啲啦，今晚。婆婆今晚真系兴奋到瞓唔着觉，几多人陪佢啊！爽死佢啦！话彩星啦啊，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即刻出一隻彩星角色俾我。咁啊，送俾婆婆啦！啊，藤条炆猪肉布偶过瘾，咁应该就冇第二隻噶啦。我谂一般呢啲七连抽咧，你可以有两隻以上嘅 SSR 咧，就证明你真系勾到爆炸。咁所以有一张之后都好难有第二张㗎喇，我觉得。好啦，咪得返16张券啦，拉屎两个连抽啦，咁乜都唔諗，心无杂念直接去啦啊。因为两个连抽有就有，冇就冇啊，算啦，唔理啊。反正都有张女商人啊，我已经好满足㗎啦其实啊。你哋 feel 唔 feel 到我个人喺中咗女商人之后就开始好亢奋。我就係一个咁容易满足嘅人啊。咁所以官方唔好整蛊我啦吓，俾啲 SSR 我都已经满足啦，唔好俾呢啲 SR， 真系超三拉弟子啊，以为自己好型咁样向我飞过嚟，即刻掟佢去婆婆嗰度啦，跟住肌肉龟仙人，呢一抽应该又系冇 SSR， 找数抽，找数抽系啦，超级上波送你。婆婆嗰度嘅嗰个闹嘢，好咁啊！拉屎一个连抽啦，咁啊去啦！希望个地灵之气可以再次发挥奇效，嚟啊！我地灵之气，我 feel 到我个啰柚依家充满咗力量。有一 pair 啊，饺子饭啊，全王系冇全王，咁啊下咩虾咩啫？大彩字，咁我估应该系注目角色，就唔似系 LOL 嘅。一般呢啲卡机，即系呢啲券抽卡机，如果有 LOL 嘅话，一定系有啲好神奇嘅特效，好似头先咁撒旦咩布欧啊，一系就金字，一系就合体。如果唔系 LOL 嘅可能性好低。呢度打脸啊，冇啦，嗱，我都话啦 ，LOL 可能性系非常低。如果冇嗰啲神奇特效嘅话，咁但系我欢迎佢打我脸啊，呢度如果弹张 LOL 出嚟，即刻打我脸，我都开心嘅，有冇？嚟痛痛快快咁打我脸吧！打唔打脸啊？唔打啦咪啊！冇得打啦！好啦，今日个抽卡咧就抽到呢度啦。咁个剧情真系峰回路转啊！TVB 都写唔到咁靓嘅剧本啊！即系一开头咧，我真系抽到有少少颓啊！咁突然之间即刻出一张 LR 女商人俾我叹喎！认真过人啊！咁总体嚟讲呢个抽嘅成绩非常之不错因为都冇乜好怨㗎啦，都抽得唔多咋嘛，因为咁祝福嗰啲想抽呢个顶传说降临优或者係抽嗰啲券抽嘅朋友仔呢，可以勾气爆棚，顺风顺水一抽入云，抽到你想要嘅角色咁今次呢条片呢就到呢度完啦，咁如果大家追呢条片呢，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我个频道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